老师好，同学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解太极刀的练习方法，它和太极拳是一致的。首先呢，你先来看我演练第一部分，你仔细看，好吧？ 上步七星，退步胯虎，交刀式，腾、挪、闪展，一起扬，左顾右盼，两分张。 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段的第一个动作开始学习，我做一下，你跟着我练。嗯。首先你要记住，两脚分开站立，与肩同宽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身体自然放松，左手握刀。 刀背向里，刀刃向外，右手自然下垂，掩饰前方。第一个动作，七星胯虎交刀式。首先把重心慢慢移向右脚，右手握拳，左手外展，做。 上步七星，然后呢，退右脚胯虎，转腰，打开，身体向右转，刀呈一个斜坡状，右手呢放在这个刀柄的后面，左弓步，转腰推刀。 往前，好，这个动作的名称啊，我们叫做七星胯虎交刀式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包含了杨氏太极拳中的两个动作：上步七星，退步胯虎。这两个动作，看清楚了吗？嗯。交刀式呢，这个动作开始时左手握刀。 以后呢，就变成了右手握刀，交换了手，懂不懂？嗯，这就叫做交刀式。我们再练习一遍啊。嗯。重心移向右脚，左脚外展，做七星。啊，好像是上步七星，然后是退步。 胯虎，右手往外推掌，在与右耳高低差不多的地方，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。然后转腰，收刀柄，放于腰间。这时候的刀啊，要成一个斜坡状，刀尖向上，然后上步，左弓步。 推刀柄，来，这个动作你来做一遍，我看一下。好。七星，胯虎，交刀式。好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做得不错。 把刀放下，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这握刀的手啊，一定要弧形向上展。对了，这个在击击里面呢，可以打击对方。啊，嗯，这是个击击点，刀柄弧形出去，像这个样子，上步七星。 拳打出去，啊，然后呢，退一步，退步胯虎这个动作，注意手的动作啊。
手是这样打开，不是往后抽出去打开，是弧形打开，弧形打开，弧形打开，对。哦。对，来打开，记住吧。然后最后一个动作，你来做一遍。这个招刀是刀要成一个斜坡状，对，然后呢，以这儿，以刀的中心位置为轴，前面往下走，刀柄往上走，是这样一个动作，斜的动作。一开始刀尖往上，然后慢慢的刀手往上，刀尖往下，以肘这个地方为轴心，这也是一种攻击的方法。你来攻我啊，这样我攻击你，这也是个攻击动作。刀背，用刀背手柄来攻击对方，身体用力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再做一遍，好吧？好。首先放松，掩饰前方，然后慢慢的重心移向右脚，右手出掌，起心，虚步，上步，上步起心，跨虎，交刀式，转腰，左弓步向前交刀，好，你看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接着往下啊，继续做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是腾挪闪展一起扬，看我做一遍啊。腾挪闪展一起扬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接着做啊。腾挪闪展一起扬，首先右手握刀，左手托刀，然后呢左手弧形回到右手内侧，同时提右膝，右手握刀向斜下方截去，这是腾，然后是挪，脚跟落地成右弓步，然后刀往左下方刺去，右脚外展，转腰把刀收于腰胯间，翻刀了，然后左脚落地成左弓步，左手推掌，右手刺刀往前刺。好，看懂了吗？清楚了。这个动作呢就是腾挪闪展一起扬啊，你来一遍。对，从这个动作开始交刀式。好，腾腾挪，这样闪展意气扬，刀不要太高。好，起来，整体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动作交刀式和这个交接处，你要注意这个手转换，右手现在握刀，左手托刀，然后呢左手从内侧画圆弧，画到这儿，这个时候刀还搁在左手的肘部，这个感觉啊。然后呢往下截，往下截，一定要体现出什么呢？含胸拔背啊，这是
太极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含胸拔背。来，你来刺我。来，这样接，知道吧？往下接，你的方位是身体的右侧，注意身体是正的，接。对，手呢弧形，然后脚跟落地，斜下刺，注意这个手掌按于手腕处，两个点集中到一个点上。对了，这个刀呢，首先你要注意这个刀刃，注意这个地方往下推，然后往下刺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动作。哎，对，好，右脚呢外展，转腰，注意翻刀了。对，然后往前刺去。对，往前推。来，你做一次我看看。嗯。手呢，过来一点。来，再来一遍。啊，注意这个手啊，不要太直了，要保持一定的弧形，一定要有个弧形。这个刀呢，这样的，脚弓好，这个手臂啊，横推出去，横推，不是往上，不是往上，横的，有一种一出即发的感觉。好，明白吗？嗯。好，我们接着做下面一个动作，是左顾右盼两分章。我们从上一个动作开始，首先你要以左脚跟为轴展开，重心不变，右手抡刀，左手拖刀，然后撤步，前推刀成弓步，左顾右盼，然后转脚跟并步，同时并手，然后掩饰右侧两分章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转脚跟，左顾，掩饰左方，然后架刀往上，右盼，前推刀，转脚跟，合手，并脚，两分章，掩饰右方。好，你来一遍。好，左顾，弓步啊，哎，好，好。右盼，嗯，手是立掌。对了，继续做，手是立掌。好，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转腰，腰是主宰，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这边开始看一下。哎，转脚跟，转腰，右手抡刀，一个弧形，然后往上架，完全是用腰的力量。注意这个刀，这个刀呢出去的时候是斜的，是斜的，比如说你来砍我一刀是斜的。来，你看，这就是这样往上架刀，往正方向架刀，是从正面对正面的架刀，知道吗？嗯。这是拖刀，注意是斜的方向，然后退步，撤步，往回收，往上，这个时候刀是直的，不是侧的，哎，直的。对了，你来进攻，哎，砍下来，你看成这个样子，从旁边过来的刀是这样子的，
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练一遍，一定要注意，腰从左，然后右。啊，两分章呢，记住，脚跟一定要实扣，手脚要配合，手脚同时收，然后重心慢慢移向右脚。对，注意身法，上下相随啊，提膝，两手分开，注意掌啊不要太直，呈外。刀呢？好，我们今天的教学啊就到这里，接下来呢你就看我把这几个动作从头到尾的给你来演练一遍，好吗？好。老师你好。好。好，现在我教你太极刀的第二部分。首先你看我做一遍。嗯。啊。第一部分我们练到两分章。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动作。白鹤展翅。五行掌。风卷荷花叶内藏，玉女穿梭八方室。四个方位，到这里结束。过来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嗯。好，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，两分章。这个动作呢是白鹤展翅五行掌。首先，左脚跟落地，左手自然打弧下沉，右手松腕，刀手往地，重心移向左脚，左脚跟外展。左手画弧往后，右手握刀，做撩刀的姿势，上步呈左弓步，刀锋向上。好，然后脚跟落地，架刀呈左弓步。好，你来练一次，到这里来练一遍，开始练啊，从两分章开始。好。对了，然后回身提右脚，对，外摆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过来，我再仔细的做一遍，你看一下啊，两分章。左手左脚同时，然后右手也是同时，刀手往下沉，腰转，以腰带动刀，然后上步撩挑。对了，刀锋向上，这个动作呢还可以。在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注意啊，白鹤展翅飞，展翅一定要把两手臂啊尽量放松打开，白鹤展翅。太极拳里面有个白鹤亮翅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们现在是白鹤展翅，这个动作也起到了一个攻防的作用啊。对了，然后腰转，上步外摆，这个手托在手腕底部，弓步
前推，这个是架刀，这是推掌。哎，你记得吗？太极拳里面有个闪通背，闪通背，闪通背，哎，这个动作就是起源于闪通背。哎，你帮我拿着刀，我来做一个闪通背。嗯，是从海底捞针开始，上，然后打开，左手的动作和这个握刀的完全一致，一个是往上拖，一个是往前推，知道吧？嗯。来，跟着我再练一遍。一，弓步；二，上步，撩；三，落右脚跟，外展，转腰，推掌，架刀。好，好。接下去呢，是个转身的动作。风卷荷花，叶内藏。仔细看。嗯。一，转身，扣脚。二，重心移向右脚，刀刃向上。三，提膝，翻刀式。好，这个动作幅度不大，范围不大，但是这个动作很讲究它的步伐，轻灵。你再看一遍啊，这个动作，首先你要注意，扣脚十扣，不要回啊，一定要十扣，然后扣的同时又要转，右手不动，左手回到肩膀，左肩膀，然后提右脚外摆，这个时候右手收回于胸前，与左手交合，然后提膝，同时刀转。来，你来做一遍我看看，从这里开始。嗯，来到这里来。好，首先扣脚，对，这个手不动啊，手慢慢转啊，走，这个手不动，对，右手不动，转腰，然后好，然后提右脚，脚尖外摆，对了，转身，然后哎，不不不不，这个刀转过身，好，与左手交合，放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提膝刺刀，这个手不动，哎，好，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，你再仔细的看我做一遍啊，这个动作我再转一个方向给你看清楚啊。从这里开始，首先转，来，两手交合了啊，然后提膝刺刀，提膝刺刀，在你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，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一开始你这刀一定要握正，身体转，但是刀不转，你看这样一收，你的身体完全站好了，然后刀往胸前一收，提膝刺刀。好，再跟我一块儿做一遍啊，注意身体和步伐的配合。二，右脚外摆，对了，
很好。然后提膝刺刀，好，很好。我们接着做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呢叫玉女穿梭八方式。这个动作比较复杂，这和玉女穿梭在太极拳里面的是基本相同的。它最主要呢是有八个方位，所以叫八方式。五行八卦太极拳里面其中也包含了十三式，就是其中的八卦，所以我们要面向八个方向。你记住了啊？嗯，一定要记住。你仔细看好啊，从这个动作开始，首先推掌，然后右脚上步，同时右手握刀，绕头一周，左手上揽弓步，右手劈刀，然后退步提左脚收步，然后躺刀，不是太正，但是呢稍微偏一些，然后扣脚，重心还是在左脚，做一个搂削步的动作，脚跟落地，脚腰手，对，这个动作呢是从腰的位置拦下来。对了，推掌，然后虚步，绕刀，同时左脚上步，向斜方向撩刺刀，然后再退，含胸拔背挡刀，同样的动作重复，扣脚，再来一遍，上撩右手刺，然后扣脚，好，这个动作呢是玉女穿梭八方式，你记住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好，我看你练一遍。嗯，慢慢的练啊，从这里开始刺刀。对，首先落脚跟推掌，对，然后上步，脚跟落地，绕刀，慢慢的，等一下，来，不要太快，对，上步绕平绕，右手和脚是同样，脚出右手撩，你不能首先，你不能这样分开，脚一出手就撩啊，再来一遍，好，落地，一推掌，二上步绕头，三砍刀，哎，好，然后一有个气势，一定要有个气势，你看一下啊，做了以后啊一定要有个气势，有个气势，哎，含胸拔背，然后挡住对手的攻击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嗯，就在这里，好，放在这里，然后扣脚，对了，手是这样啊，然后做个搂削步，斜的方向，就这样，刀尖往上，好，然后起右脚画弧回圆，哎，往上刺，对，
然后同样的动作重复，收，哎，对，收腹，要这样，有精神，然后挡，对，哎，转，扣脚，坐楼梯，对，所有的动作再重复，起脚，落脚，打弧，对，这个动作不要往旁边撩，往前撩，哎，对，好，接着做，再有一个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，来看一下啊，这样收，收，哎，然后再回身，坐好，不要那么直，进有屈虚而有余，明白吗？嗯，来，我再给你换一个方位啊，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首先第一个动作斜的收，这里呢这个方位是斜的，正的当中这个位置收，然后落地也是这样的，不是太正的，而是有点斜的，知道吗？嗯，然后第三个方向，这里也是斜的，腰带动你的手，脚腰手，对了，起到了太极拳与太极刀的健身目的，以腰为中心带动全身的肌肉运动，好、嗯、然后以脚上步斜脚，对了，再回来，这个方向也是偏正斜当中，不要太高，哎，回来转身体，转身，哎，好，对了，可以啊，这个动作你要记住，斜就要正斜，知道吗？有些动作不要太正，要偏斜，偏斜方位，方位很重要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下面呢我给你演练一遍啊，你仔细看，嗯，走，从两分章开始，白鹤展翅，五行掌，风卷荷花叶内藏，玉女穿梭八方式，一方，二方，三方，四方，五方，六方，七方，八方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啊就学到这里，下面呢你就看我再演练一遍今天所学的动作，你仔细看好啊。老师好。你好。好，接下来呢你在旁边看我演练一遍啊。嗯，首先我们从这个动作开始，三星开合自主张，二起脚来打虎式，披身斜挂鸳鸯脚，看清楚了吗？嗯。好，三个动作，
现在我先教你第一个动作，你跟我练，从这个动作开始。这个动作呢，三星开合自主张，首先起重心向前移，起左脚放回原地，左手画弧，右手握刀，刀手和左掌相合，然后向前刺出的同时提起右膝，刀刃向上，然后松手腕，跳跃屈步压刀。好，这个动作三星开合自主张啊。老师，压刀怎么用啊？哈，压刀怎么用啊？嗯，好，你来刺我一下啊。哎，来压刀。嗯，知道吗？用力往下压，对方刺我的时候我用力压刀，压刀啊。你来演练一遍我看一下。嗯，从这里开始。哎，方向不对，朝那边啊。对了，起左脚，然后哎，右手画弧，两个手合在一块儿，哎，对，掩饰前方，看前面。对了，两个手啊合起来，看清楚啊，两个手要合起来，这样。哎，对了，很好。然后刺，提膝，不要这样子，记住，刀锋向上，站好了。来，这个手这样，哎，这样好，然后跳，压刀，身体是朝斜的。好，起来，要记住这个动作，它的落腹是斜的，哎，这里斜的，斜的方向到正的方向刺出去是正的，然后压刀，斜的方向，你一定要记住啊。而且呢，一定要记住手脚要同步，后面的脚手左手一定要画圆弧，然后两个手合起来，手脚要合，知道吗？嗯，上下要相随，然后提膝，刀刃一定要向上，千万不能这样啊，这样就不对了。沉肩坠肘，太极拳里面永远不变的东西。然后是压刀，压刀虚步斜的方向，这个压刀啊现在很好，一定要用力，哎，这个刀尖向上，哎，千万不能这样，这样就不对了。哎，好，你再来刺我一下，哎，你刺过来，我压刀，注意一定是往上的，你要是往下的话就会划到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刀尖朝上。下面的动作，二起脚来打虎式，左脚外摆，左手接刀，然后单排脚，右脚落地，转腰往后，这个跟太极拳里面的打虎式非常的相像。接着往这边十转，好，刀刃朝上。好的，这个动作你应该知道了啊，和太极拳里面的打虎式是相同的，不同的是就是你手上多了一把刀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，你首先要记住，压刀以后啊，脚手同步，
哎，好，你来做一遍，我看看。嗯。一、二，哎，这里不对了，看清楚了啊，左脚外摆，右手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好了，一接就放。对了，然后，对了，这样，提膝，抬脚，好，很好，接着做。来，拍完以后要并步，记住啊，要并步，不要站得太宽。回来并步，对，身体往右侧转。哎，对了，这样做呢，可以加大你的力度和强度，力度和强度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啊。一落地，然后往右边走，走。做打虎式，哎，斜的方向，好，转脚跟，吃扣，哎，对，松手，移到那边，哎，眼睛看这，看着这边，刀刃向上，哎，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哎，这个动作，你练的还是不错的，哎，接下来。从这里开始，好，下面一个动作是，老师是不是叫劈身斜挂鸳鸯脚？好，左脚脚掌心旋转，重心在左脚，右拳变掌交叉于胸前。提右膝，然后蹬脚推掌，左手握刀，然后回来，右手接刀劈刀，鸳鸯脚一定要虚步，脚尖往外扣，上绕刀，左手回到右胸前，二，劈刀，推掌，这个动作，方向一定要搞清楚，是从正的方向转身到了斜的方向，从正的到斜的，啊，好的，我们再来做一次。好，回身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右蹬脚，然后接刀，劈刀，然后一落地，绕头，二。上左脚下来，三推掌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打虎式开始，你看我做一遍，回身，脚掌为轴，然后呢，这个手啊在刀的外侧，不是在里侧啊，在外头，提膝蹬腿啊，提膝蹬腿，这个手啊，要平于肩，不要这样，哎，一定要托起来，平于肩。然后呢，收回小腿，然后右手接刀，劈刀，哎，沉肩坠肘，哎，重心在左脚，脚跟落地，这个脚尖啊向外展，同时啊，这个手腕要松掉。松，哎，不能僵。对，这样，松手腕。对了，二，扣脚，左脚往里扣，绕头，弓步，推掌，
这个动作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记住它的名称，它叫鸳鸯脚。这个动作叫鸳鸯脚步，啊，为什么要叫鸳鸯脚呢？你看啊，这样，这样，哎，模仿鸳鸯走路的样子，是不是？老师，这个脚为什么要叫鸳鸯脚呢？啊，鸳鸯脚，这个脚型呢，非常像鸳鸯走路，啊，鸳鸯走路啊，它有点像内八字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步子啊，就模仿鸳鸯转身，你看它的步子啊旋转，提高我们动作的速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模仿这个鸳鸯的步伐。在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似跳非跳，似慢非慢，这个动作要领。一个脚出去，另一个脚马上跟上来，左脚一落地，右脚就收起来，虚实啊一定要分清，这样呢更能够体现太极拳的轻灵和稳重，知道吗？清楚了。好，还有呢，披身斜挂，为什么要叫披身斜挂呢？啊，这个披衣服，好像披衣服，一定要贴近身体，所以在我们演练的过程当中啊，要记住你的刀一定要紧贴身体，不要散漫，不要满天飞舞，贴着身体，好像在披衣服一样。哎，你看像这样，斜挂，啊，在我们古代啊，有很多武士，他们呢，这个用的这个兵器啊，武器剑刀背在后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样呢，碰到对手的时候呢，很快的转身了，随着动作的旋转，能够脚步带动你的身体，两个上下合一，体现出太极拳的轻灵、活泼和动作的完美和动作的完整。好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动作啊，它是具有一定的难度，在练习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加以注意。现在你来练一遍。嗯，好，打虎式开始。好，一脚回身，交叉于胸前，提膝推掌。好，可以屈膝交刀，前面劈刀，哎，肘不要翘，往前一点。下面我们做披身斜挂鸳鸯脚。好，脚外摆，左手摆在胸前，哎，要放在右胸前，这样啊。二，这个脚放在这个位置，走，对，然后稍微有点跳跃拉。好，好，做得不错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结合手和步伐配合好，体现我们这套动作的轻灵活泼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呢就练到这里，你要好好的练习。下面呢，我练一次，你看看。嗯。老师好。你好，今天呢我们来开始学习杨氏太极刀的第四部分，下面呢你先看我练一遍。嗯，从这个动作开始，顺水推舟，边做稿，下是三合自由招，左右分水龙门跳，变合斜石凤还巢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好，
这就是太极刀里面的第四个部分，共分有三个动作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学习这几个动作，好吗？好。首先呢，你跟我做一遍，跟我做一遍啊。第一个动作呢是顺水推舟边做稿。上一次我们学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披身斜挂鸳鸯脚，哎，方向呢是朝这儿的，对。接着我们往下做，收右脚，合刀往前推，人是正面的，左手按在刀背上，啊，接着往下做，转右脚跟，转右脚跟，左右分，右弓步，转腰，啊，转腰翻手，上右脚，变右弓步，砍刀。哎，好，啊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个动作呢，一个是推刀，两个扫刀，一个后扫，一个是前扫。扫刀的时候啊，你注意啊，后扫到这儿啊，后扫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以腰带手，然后转腰，以腰带动手臂，然后翻刀上步平扫。看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啊，老师，哎，扫刀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扫刀啊，扫刀就是刀身放平，由后向前扫去，哎，攻击敌人的腰部以上。哎，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功能，你要记清楚。好，下面呢，你来做一下。哎，注意，开始的时候啊，是向斜的方向。来，开始做啊。来，开始。注意斜的方向，好，收脚，上步推刀，好，手放好，哎，人要正，然后转腰扫刀，注意上步，转左脚跟，上右脚，对，注意这个脚，哎，平扫，对，手放在这儿。好，你来看我再做一遍啊。好，你仔细看一下我做的动作啊，记住了。第二个动作是怎么做呢？这个手啊是向斜的方向，哎，注意这个脚掌要外转，对，以脚掌为轴。首先，脚掌转，脚掌转，哎，然后起右脚，弓步推刀。啊，还可以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在这个手在胸前，还有啊，握刀的时候不要太离，也不要太外，在这个两个当中的位置啊，然后转脚跟，啊，注意下面一个动作啊，左手按于这个右腕的部分，啊，转腰扫刀分掌，然后前弓，转腰，前扫。好的，记住，一定要以腰带动手。哎，这是这个动作的关键啊！你看，弓步转，哎，转，方向冲这儿，然后再转，以腰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看。推出去以后，手架到这儿，手架到右手的手腕部分，你看啊，再做一遍，啊，反过来做一遍，推刀，转，两手分开，哎，转腰，翻刀，横扫，哎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刚才那个动作啊，我们叫做顺水推舟边做稿，下面我们接着往下学下面一个动作，首先。从平扫刀开始，好，下面一个动作，下面一个动作的名称叫做下式三合自由招，坐腿提右膝，两手合抱于左侧，目视左后方。好，这个动作呢就叫做下式三合自由招，
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还要注意一个，就是这个眼神呢，从正的方向，正的方向，慢慢的转到斜后方。啊，从这里开始，坐腿，提右膝，掩饰后方。哎，这个左手啊，左手搭在右手的腕部，哎，刀刃朝外，斜的方向，啊，斜的方向。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左手搭在右手手腕部，眼神呢从正的方向，眼神啊从正的方向，从正的方向慢慢向斜后方看，注意这个方向，啊。嗯。知道了吗？嗯。好，然后落右脚跟，下落刀，这个动作就叫下式三合自由招。我们往下做，从这里开始，左右分水龙门跳。首先，弓步，啊，右脚外摆，压刀，刀刃朝下，然后打开，朝后劈刀。好，再来看一下，这个动作有一定的难度。转脚跟，好，第一部分，啊，然后身体转正。提膝跳跃，绕头砍刀。好，再仔细的看我做一遍，从这个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这一组动作就是左右分水龙门跳，知道吗？好，注意啊，这个动作的方向感，先是从斜的方向开始，啊，从斜的方向斜脚，然后转正，哎，向上撩刀，往下劈刀，啊，斜的。转过来以后，你看，再往前，你看这个方向还是斜的，刀刃朝下，从下面往上挑刀，提膝，啊，你看这个刀刃朝上，然后跳步虚步，推掌按刀，你看这是虚步，啊，再往下做，然后缠头，弓步砍刀。好，你来做一遍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来，从这个动作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过来，你看这刀要这样，来，往下上走，转脚跟，好，虚步啊，砍过来，好，对，半马步，然后撩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以后，这个腿啊，手，好，等一下，注意啊，这个时候腿出去了以后，刀口要朝上，哎，然后。身体转正以后，上步，哎，上步提膝，哎，注意这个脚踢出去以后啊，是这样的，贴着地把沙子踢起来，啊，刀刃向上，左手呢是按着右手的手腕上面，按在右手的手腕上面，啊，再看一遍，然后跳，哎，这个动作完了以后推掌。推掌，好，你来做一遍，斜的方向，
对，身体先是这样的。好，提脚，虚步，撩刀。来，放好，跳。好。好，别动啊，这个掌是这样的。哎，哎，掌立起来。哎，刀尖朝上。哎，刀尖朝上，不要朝下。好，接着往下做，绕头砍。等等啊，看我做，看着啊，这里开始绕头，这个手前面撩起来，哎，然后砍刀，对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就不对了，前面撩起来，对，抽刀，绕头，撩，砍，哎，好，记住了吗？好，注意啊，我们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这个刀在运动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八字，一个八字的运动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往下，下，对了，然后上，哎，刀尖朝上，往下，往上，知道了吗？嗯。好，从这开始啊，下，上。然后再下再上，你看一个八字弧形的运动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好，接着往下做，这样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两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，好吧？好。下是三合自由招，左右分水龙门跳。好，你看我做一遍啊。好，斜的方向落地，转脚跟，弓步，撩刀，然后跳，抽刀，弓步绕头，撩掌，砍刀。这几个动作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要记住啊。好，我们做下面一个动作，凤合斜石凤还巢。好，从斜的方向开始，首先重心移向左脚，松手腕，翻刀画弧，左手接刀。好，你看见没？左手接刀了。这个刀呢，从这儿开始，松手腕，画弧。哎，这个手靠上去了。哎，转脚跟，松手腕，松手腕同时。画弧接刀，哎，哎，这个方向看一遍啊。松手腕接刀以后啊，转身，右手握拳，并不收势。好，你再来看一遍啊。一。二，握拳。三，是前扫，然后冲拳。哎，指当锤，凤还巢。好，这就是最后一段的一个动作。啊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在练习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。你呢，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太极刀啊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技击含义啊，比如说左右分水龙门跳，比如啊，一个对手在后方，你呢做接刀，哎，比如说我砍过来，我砍过来，哎，做接刀，哎，然后呢马上就是个击击动作，下去以后呢马上转过来劈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你来砍我。嗯。你来砍我，砍刀。对了，我做接刀，然后转身，还是这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方向是一致的。首先，这样，这个方向，
下来以后还是转身，还是这个方向。好，你转过来，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，动作和鸡鸡是相连的，知道吗？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啊就上到这里，希望你回去以后呢好好的练习啊。老师再见。同学再见。Thank you.